现在时间5点钟，这边是管制哨的清晨。云雾蛮多的，不晓得要不要爬山，还是一样，一切等晚一点再说吧。哇，好久没有看到这种马路了。我小时候真的是常常看到这种马路，看我的手指跟手指一样粗。今天太阳好像有点出来了，希望今天上午以前天气良好，让我平安的回来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好天气。现在从管制哨出发喽，走小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开放时间还没到，现在才6:30。这天气不错，希望能够持续到中午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走了，登山口快到了哦。这个应该不是，前面那个才是。前面有拉布条，登山口就在管制哨左边。好，好，从这边上去，左边。看到没有？上去喽，走了，加油！哇，这边有个捷径呢，好像是林道哦，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是去西峦大山的路，这边好像有一个林道。早知道车子开进来就好了，不用走那么远。看一下，对，车子能不能过到这里？假如可以的话，应该开车来这边才对。现在是9:50，哦，好累啊，好陡哎，哇，烟雾蒙蒙，哦，搞错了，是8:50，哦，这么累啊，啊，加油！我走到一半没有，好看上面。那上面就是西峦大山，哦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还有几公里，哦，这是刚刚来时的路。这边已经大概走一半了，快到了。这边是废弃的瞭望台，这边也可以扎营。OK。等一下，走这边休息一下。西峦大山，真的是你，没有错，我终于到了，哟吼，哟吼，呼。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哦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哦，虽然雾已经起了，但是感谢主，让我能够平安到达西峦大山，哦，还没下雨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西峦大山，第二次
来到七峦大山。现在已经快12:30了，已经休息了快半个小时，要回去了。虽然没有什么大景，但是至少没有下雨。但是这样子朦胧美，看起来也不错，也很漂亮。好，七峦大山，后会有期了。现在要回去了，感谢上帝的带领，让我平平安安的可以上来，也保守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早一点回到登山口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包谁的？哦，包谁的？哦，先拿下山再说。下雨了，还有一半的路程。好，现在到小木屋休息一下，换个衣服，衣服先拧干一下。刚好这边有一个小木屋可以遮风避雨。现在2点钟，还有一半的时间。哦，刚从那边过来的。哦，等一下要往这里走，这边左转。好。好，来自拍一下，看一下自己。好，虽然下雨，但是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有盼望。登山口到了，现在3点多，哇，要赶回去了啊！车子还在管制哨，还要走700公尺，哇，不是这一个。是在下面的管制哨。哇，下雨天了，下雨当冲凉，舒服爽。跑过去了，下面管制哨，我车在后面。哦，慢慢跑回去了，加油，最后100公尺。哦，干巴的啊！感谢主，终于到达今天的终点。哇，哦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是可以的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就要准备回去了。现在4点钟，6点前赶到台中，发表一下心得。哦，虽然今天下雨，但是还是一样平安的抵达，感谢上帝。